刘德华呢日就出席为双健人士举行嘅慈善活动。今年嘅农历年，华仔同屋企人又去咗边度玩呢？翻咗我哋家，喺吉隆坡。女女系咪斗咗好多利是啊？都今个新年。我冇跟佢啲利是啊，应该 OK 啩？哦，但系唔会帮佢储住啲利是，定佢第时？冇打开啊，唔知几多啊？系啊系啊。系啊，翻去打开睇下先。提到日前华仔就宣布将会再次入紫红馆申请出年二月自资补办演唱会，唔知而家嘅进度如何呢？系啊，第一张入嘅申请表咯，咁希望可以成功，即系如果成功就冇需要啦，咁就可以即系今次就放下嗰个心头大石，继续就睇演唱会啦。咁如果唔得嘅咪下个月咯，即系如果应该系每个月嘅。下旬就會知道下一個月，即係我哋申唔申請到，咁所以每個月我哋 update 翻俾你哋。自從上次患上流感之後，一班歌迷都好擔心啊，所以華仔而家真係要更加注意身體啦。我都好小心噶啦，係咯，即係係咯。講一講陽光都出埋，真係幾温暖啊！